来，姐姐拿个杯子来。现在吃好吃的。好嘞，春节宴席现在开始。现在叫二姨主持，在新的一年里，在龙年里头，大家一步步高升，取得更好的成绩，更好的生活。干杯！干杯！再继续说。再继续说，对，咱们这爷爷的后人啊，大家小家一家一家都过得红红火火啊，一家总比一家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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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热热闹闹，和和睦睦，万事如意，好，好，好，大家是联系不断哦，经常有机会都到一块凑一凑，啊，对。好，幸福日子万年长。哈哈哈哈哈！万年长。那人家动筷子，我俩给咱再接着说。还有呢。又华在主持。又华，又华在主持。咱们这根据这些同志们啊，对咱们海南的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。哈哈哈哈哈！海南的同志，新的一年龙腾虎跃，万事如意。吉祥，发财。谢谢啊！你是海南的，进的是兴平的，还有杨凌的，还有杨凌的，还有我这都是本杨凌的，杨凌的。还有琪琪小姐给咱发的，还有咱小杰，琪琪，北京上海，北京上海，代表北京的上海，对，代表北京上海的，对，你得感言感言感言。上海今年老百姓健康了，你这耳朵聋的。祝大家那个龙年吉祥，赶紧把这好好的吃一下，因为每次都弄这么的这么多，非常的辛苦，一定要把这个辛苦的心意传达到每个人的心里去。大家好好的吃。好，北京的同志，来自北京的高材生，来北京高材生在爷爷一杯单车收单的时候发表感言。啊，听到大家非常高兴。我今年最后一个假期了，回来好好享受。还接着说，接着说，还有，给你录像的，好好说。祝大家那个龙年大吉，生活顺利，工作顺利。那个工作的好好工作，然后退休的就好好享受生活。到底那个谁？咱就是在跟前的咱们聚，咱们也就是给咱没有回来的，也就跟他代表他，跟他都代表他。你说，咱们还想海外内外的远处的没有回来的兄弟姐妹们，还有这孙子儿女们，都幸福安康，龙年吉祥。现在海外的老舅、老徐，还有婷婷，都说完了。还有本杰明，小麦克斯，本杰明，哎，还
迎中国，任景山，任杨辉，还有皮特，皮特，还有最新出世的，还有东东。啊，东东的大名叫什么？从给他爷爷给报。安迪动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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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好。好，向海内外的所有的亲人祝春节好。哎，干杯！龙年大吉！龙年大吉！谢谢，谢谢。你一会儿换一个三句，就三句进入角色。好，拿起筷子，开始。哦，进入角色以后，给三句找两个镜头。好，我这是可以。哎，我也行。哎，你转过来就可以。转过来。给他自己做。好好。好，这就找着了。啊，这个，啊，别动，拿动，拿动，拿动，别伸，转过来，是大家和你讲，拿来就完了嘛。这样，继续转一下，继续转，就走走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可以可以，这就转，转转转，啊，开心了，干杯。咱给香香弄回来，咱给他香香和他三姐姐再提的。再提他们两个喝两杯。好了，我们大厅了，你不管他，他就一直在这儿，一直录制，了解。我就要听的话，就这儿这个家，那就听了吃饭去。